哎呀，但是呢，小哥还会模仿一个人，我们是绝对想不到的。哟、哦，谁呀、啊？王力宏。啊，怎么会模仿王力宏啊？王力宏啊，这是最近常常常常在打歌。对呀、啊，发现哎，这个新一代的，都说有一点这个，他们都受过 ABC 教育，不太一样。哎，他们的发音就是。譬如说这龙的传人，龙的传人又改成 RMB， 哎，对对，哎，对呀、啊，譬如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河，他的哎，他们现在流行就不要，他就不行，他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河。他的名字就叫长江，遥远的啊，哎，哦，哎，对对，先抓住咬字就对了。哎呦，真是已经到神的。这种流行当然又要说到这个，有点像张学友的影响深。哎呦，哦 ，Ramo Ramo 有吗？啊 ，Ramo Ramo Ramo， 对 ，Ramo Ramo Ramo。是真爱你，永远爱你，请相信此心不渝，和你相偎依。哎呦！哦，是真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永远爱你。这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妹深深爱你。是真爱你，永远爱你。哎呦，这。哎，就咬字跟抖音方法都不同，都不一样，这抖的就比较快一点，真的是非常不简单。